快过来。小家伙他特别护他的食，他没吃完的东西他不允许其他狗靠近他身边，这也是藏獒的一个生理特点啊。很漂亮的一个大老头子啊。好了，别叫了啊，声音是雄壮啊，粗犷的。人家就常说的吼声如雷啊。很多朋友他会问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泰哥，这条藏獒是多大？”这条藏獒它是下来。